大家好，我是镇长。今天上山山，经过这个地方，我发现了几个好公司。这点像纯种山药，不过呢，这是它刚长出来的芽，这是它的种子长出来的，非常小一颗。这里头，再还有这里，这里还有一颗，这是它刚长出来的嫩叶，所以带点这种紫红色。它的苗头非常的小，小小一颗。那这种要种植的山药必须带泥土，看看它的熟在那里，这就是它种子长出来的熟了，小小一颗。今天我的目的就是想挖它回去种植。这种纯种的野山药在市场卖的非常的贵。我们这边小的卖到80，大的卖到100，1斤。但是这些小的，我想挖回去种植。很小一颗，这里还有一颗，附近肯定有大的，但是它的苗长是刚长出来的，所以发现的都是这些小颗的。这是种植，挖这些作为种子，非常的不错。有石头。喂，那什么东西？出来了，它带有两颗熟，这里还有，还有一颗，这个地方我已经找遍了，挖了1、2、3、4、5，挖了6颗。这种家伙我带回去，到时候种植，然后就不用到山上挖了。我准备继续登山，寻找更多的野果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。